径先输出了哈，然后再来就是周长，再来就是它的那个面积，那一样了哈。其实如果说将来你考试的时候啊，这几行哈，这两行有没有？其实也是跟着输出就可以。那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哈，记得就是 Ctrl C 嘛，那这边 Ctrl V 贴上，那你只需要什么？把这边改成它的什么？它的那个它的周长哈啊，这个字不要打错了哈，把这个周长。啊，把它输入到这边之后，怎么样？然后后面一样记得要空白，然后再加一个空白啊，一样要小数点第二位。format 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是什么二乘上啊，二乘上 r 或者二乘上派哈，我们先二派 r 就是二乘上 mass 点派好，所以这边的话点之后你会出现，它会出现它里面所有的属性跟方法，那你就打一个派。它就出来啊，再乘上它的半径，OK 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值算完之后哈、啊，再 format，这样的话周长就出来了，OK 好、啊，应该没有问题了哈、啊。啊，再来的话就面积，所以你还可以再把这一行哦、啊、再复制面积的部分哦、啊，把它放在 Enter 下面这边。那、啊、面积的部分的话，一样把那个面积哈、啊，把它输入到这边、啊、一样啊，这个单字哦、啊、，area，把它输入到这个。前面，然后一样做格式化，到小数点的第二位。format 的话呢，那这边的话就是面积的公式了哈。面积的公式就是派乘上那个什么呢？那个 r 的平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样哦，在这边打个 mass，先引用什么呢？引用派，好，先把派呼叫乘上呢那个 r 的平方啊。r 的平方的话有几种叙述了哈。再乘上 r 就可以，r 乘上 r 就平方，OK，r 乘上 r 好，OK，或者是说你要 r 的平方的话啊，这是第一种写法，其实写法很多种啊。第一种，第二种写法的话，你可以引用 mass 里面的话有个 mass 点 pow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刮胡之后的话呢，你跟他讲两个值，一个值是哪一个数字的几次方，两二次方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这是第二种写法。好，啊，第三种写法的话呢，哈，就是其实另外一种写法就是你怎么样，你可以直接哈，mass，这边的话你可以用什么，r 乘乘二，好像也可以，r 乘乘二也是平方的叙述啦。好，所以至少会有三种写法。好，但是如果考试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不要记那么多种。怕最后你一种都记不起来，就麻烦了哈、哦。所以就记那个你最记得起来那个方法，而且是最简单的。我、哦、刚刚讲特别，你可以 mass 点 pow 了哈、哦，然后什么值的几次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乘乘也可以哈、哦。啊，其实我是觉得最简单应该 r 乘 r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最单纯，最不容易错。所以如果你是针对考试哦，那你就要想一个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今天是针对你平常练习，你就要多元的。因为有时候你多种方法，你至少都懂，OK。然后呢，最后取一个你自己最熟悉的啊，以后反正就见招拆招嘛，什么情况用哪一种方法，你也比较可以选择。好，这是我想就是一种练习的，我自己的哲学啦。哦，就是说练习的时候可以多元，但是最后呢，考试就是只要一定要对就 OK，又对又快的，好 OK。所以执行起来看一下啊，这个 format 应该没问题啦，我们已经练习好几种 format 哦。所以以后的话，只要格式化，你应该都要会。啊，这个概念就跟 Excel 里面格式化，Excel 里不是你直接输入之后你一定要格式化，看是文字还是数字还是浮点，对不对？还是货币啦等等的啊。这边其实概念我想也是雷同哈，所以最后输出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啊。当然最好是哈，你如果要确定 O 不 OK，你就把试卷放旁边，然后呢把它这样执行，上面是执行的10，如果看到下面要表示 OK，Enter。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哎，一模一样啊！你要确认一下空白哦。其实我发现那个刚开始我错最多就是这个空白，常常不太习惯这边干嘛空白哦。不过没办法，它其实就是要求这些，那你就是按照它，因为考试没有别的诀窍了，考试就是你按照它的规则给对的答案，你就分数最高了。哦，千万不要想说为什么这样子，哦，还有老师要的就是那样子东西了哦。所以以前，后来发现这样就拿高分了，但是拿高分不见得以后做事情也可以拿高分，因为以后做事情没有标准答案，
你要自己想出一个最好的方法。OK，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，哎，结果也 OK 哈。那这一题的话呢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。针对这一题呢，我们主要可以学会第一个如何做 import。OK 哈，所以这边的话有个 import match 点 py。OK 哈，然后一样是 format， 不过这一题的 format 没有那么复杂。好，那另外的话呢，如果这一题完成了，你也可以想一下那个下一题哈，公理英里转换。那其实公理英里转换的话，就是这一题还蛮有趣的。他要算就是说那个选手齁、哦、他跑步的速度是几英里齁、哦。比如说他跑完之后诶就比如说跑一千跑三千齁。他跑完之后几分几秒然后这跑了几公里 ,OK。那你要最后输出之后就要他的时速多少。啊时速的话呢要把它改成英里。所以最后的话假设说这个选手我这边有一做完的、哦、假设说你输出比如说他这个先 X 是他跑了10分钟 ,Enter, 又25秒 ,Enter, 然后呢他跑了3公里 ,3000, 请问一下他的时速多少 ,Enter,、哦、他的时速是英里哦，他英里是 10.8, 大概是时速大概是17左右、哦、跑的时速是17、哦、所以3000可以跑10分25秒算厉害的啦、哦、现在如果你们去跑3000会跑多少呢可能跑不完会不会有、哦、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题、哦、就是说如果我要把这个106这一题、哦、也把它做出来的话那请各位试一下来画面现在还给各位就104齁 ,106 齁、哦。